七日，钟丽缇、张文硕夫妻两人不仅同台合跳《无价之戒》。还跳起了钟丽缇《浪姐》的初舞台《舞娘》，张文硕的性感舞姿实地演绎了教科书级别的舞娘，而钟丽缇却遭网友吐槽扭不过老公，最后的火辣热吻更是甜蜜升级。难怪钟丽缇称张文硕的最大的缺点是太爱我了，真是撒的一手好狗粮啊。